记者刘怡婷综合报道，辣模雪碧方奇缘拥有傲人衣照，黑的火辣身材加上直率敢言的作风，深受大票粉丝喜爱。他平时常透过社群网站分享一系列性感美照以及工作生活点滴，没想到三日突然在 IG 晒出一张抱住婴儿的照片，松口表示我不会闪婚，但我应该会闪孕，让网友乍看之下还以为女神有好消息了，意外引发讨论。雪碧作风大胆，拥有一罩杯火辣身材图翻摄自雪碧 Instagram。 雪碧三日透过 Instagram 发文分享自己小心翼翼抱住宝宝的照片，脸上流露母爱般的笑容，文中更提到未来不会选择闪婚，但很有可能会闪孕。他也解释其中原因，结婚已经不是对女生有保障了，自己生自己养就好。巨蟹充满母性光辉，雪碧全文图翻摄自雪碧 Instagram。 不过雪碧突然晒出婴儿照片的举动，让部分网友乍看之下还以为女神悄悄有了好消息，引来不少人留言惊喊恭喜你生了窝。而她坦诚想闪孕的言论也在网络上掀起一阵热议。